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。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是他偷了金库的金子，两个棘龙怪啊，这哪个是真的棘龙怪啊？他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他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我才是真的棘龙怪，他是偷金贼，变身成我的样子。我才是真的棘龙怪，你是偷金贼。不行，你们看，金子就在他手上。果然是金子。你是偷金贼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他才是偷金贼。我才不是偷金贼呢。哪个是偷金贼，哪个是棘龙怪，我也分不清了。不管了，两个都抓回去。哎呀，只能这样了。根据皇家研究所的最新消息，金库失窃的犯人已经被确定是棘龙怪。棘龙怪在被抓后转移到皇家研究所的途中打伤护卫逃跑，有市民看到他已经逃出城去，不过不管他逃到哪里，将一生背负偷金贼的罪名。目前已经下达了对棘龙怪的全国通缉令。皇家研究所的那帮家伙果然认定棘龙怪是偷金贼。为了弥补之前被偷的金子，已经有一笔更大数额的金子，你们看。更大数额的金子。金库。这些守卫真是一点都不长进，还是被我轻而易举的进来了。金子，我来了。怎么多了一个箱子？当当当当！猪猪侠，怎么是你？嘿，变色龙，你不用装了，我已经猜到是你了。这可是我专门找孤阴王子给你布下的一个圈套哦。你果然又来偷金子了，嘿嘿嘿！哼，猪猪侠，算你聪明，居然没上当。那这次咱们就一对一的决斗一场吧。好吧，武灵威力变身。就束手就擒吧。就是你这个家伙陷害我的，你跑不了了。看来今天这一架是跑不掉了。来吧，猪猪侠，消神逆气。隐身了，棘龙怪，快关上门，别让他跑了。
可恶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屁股！去海边找到海妖的老爹，挑拨几句，就说是海妖被人类欺辱，还关进了监狱，过得很惨。父子情深，当爸爸的知道儿子受了委屈，一定会出面给自己儿子讨个公道。是。这人之常情，看来跟我无缘呢。哎呀，老爹，你也看见了，猪猪侠他们是多么的嚣张啊！可见您的儿子在监狱里受的是怎么样的苦啊！影帝呀，我都开始佩服他了。猪猪侠，我向你们宣战！喂，菜鸟，听菲菲说，海妖老爹向你下挑战书，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这次的战斗已经被我英明神武的猪猪侠轻松化解了，相信海怪听了自己儿子的解释，也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。有怪物啊！救命啊！猪猪侠，我向你们施战！什么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有一只巨型海怪出现在海边捣乱，惊吓游人，并向猪猪侠和皇家研究所宣战。不是猪猪侠，他们会作何应对呢？你就是这样解决的？谁知道这海怪老爹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知道你这个菜鸟靠不住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已经找海怪解释清楚了吗？难道中间出了什么岔子？猪猪侠，给我出来！殿下，这次任务我们完成的不错吧？办得好。猪猪侠，再不出来，我就让海水淹没整个童话世界！快住手！猪猪侠，你终于来了！哼，我是超人强，这个菜鸟才是猪猪侠。猪猪侠，你终于来了！老爹，虽然你是长辈，但是你既然这么想惹事儿，就别怪我们不尊老爱幼了。废话少说。好大的两只大闸蟹呀！抓回去给菲菲做清蒸大闸蟹。菲菲一定很高兴。武林威力变身。呀！嗨！呀！
螃蟹，给我上！你们去哪儿？可恶，两只蠢货！一招搞定，还有什么招数呢？尽管使出来吧，别再派那些虾兵蟹将了，我们人多不够吃。还没完呢，海洋之灾！想得逞，哈！我自量力，哈！可恶啊！石甲熊，快出招！土灵之力！你们这些缩头乌龟，快出来！土灵之力，哈！不堪一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儿子，麻烦转告他，老爹没本事，不能救他出来了。老爹，你看着也挺通情达理的呀，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海妖他却因为破坏城市，到处捣乱，才被抓进监狱里反省的呀。再说了，他在里面过得可滋润了，根本没有受什么虐待。什么？那前两天有三个怪物找到我，难道我被骗了？我就知道，又是那三个远古怪物干的好事。这么说，海妖他过得很好。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当然可以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。